次在这么大的舞台表演，真的有点腿软。谢谢。好，接下来要带来我们的第二首歌，也是我们的新歌，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才刚开始做音乐没有多久，就是我们没有很多首歌，那今天可以，刚好可以赶上让大家听我们的新写的一首歌。谢谢。然后这首歌叫做 Slow Dance， 就是呢，我是一个很喜欢露营的女生，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然后到深山里面去野营。然后在野营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做什么露营，很多时间嘛，所以我就特别写了这首歌，就是在露营的旅途当中，然后写了这一首歌。这首歌叫 Slow Dance， 谢谢大家。Slow dance.
我今天自己有做了贴纸，然后有带来。如果大家有想要贴纸的话，如果遇到我都可以来跟我拿免费的贴纸，好吗？谢谢威力，掌声鼓励。在今年的铁玫瑰热力赏当中，他们在社一组真的是一枝独秀啊！从复赛开始，我就很看好他们。一个从屏东上来的女孩，遇上一个从台北弹吉他的男孩，他们在音乐上做了很好的交流。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你们有人第一次听他们唱歌，对不对？而且你们的掌声跟尖叫声真的很棒哎！谢谢你们，他们棒不棒？再掌声谢谢威力。不要忘记了，如果说你想要贴纸的话，就跟他拿，看到他很好认吧。好，那讲到贴纸呢，今天有几个任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团体玫瑰音乐节特别跟桃园艺游平台合作，我们推出几张活动，在我们音乐节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活动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拿到我们的那个 Pro Pass 的手环，你们今天有提早来看彩排，对不对？好不好看？我也觉得很好看，我是连线看的哈。那今是不是你们美女也很多？好，只要放轻松好不好？放轻松啊！然后呢，只要完成今天的主活动集章，你可以获得今天限定的抽奖券一张。听好了，听好了，因为这个抽奖券呢，你可以得到的就是可以获得由 SYM 赞助的机车一台。我们最后要抽奖，所以你一定要留到最后，因为你在现场才可以领这个机车。然后呢，记得哦，我们在那个我们的圆形广场那边有我们的服务台。然后我们最后封箱的时间是在熊仔唱歌之前，好，就是我介绍完熊仔，我们就要封箱了。所以请大家抓好时间去投下你的那个抽奖券哈，这是第一个任务。那如果还没有领的朋友呢，赶快去服务区领哦。然后你们的右前方吧，我们有谢谢台啤，我们有贩卖啤酒啊。今天我跟大家说过了，尽量不要开车，不要骑车，好不好？而且我们这次啤酒有印上我们很漂亮的 logo， 谢谢谢谢，很棒，对不对？这种天气一定要喝的啊，是不是？台湾就要喝台啤，对不对？耶、yeah, ，好，那 Pro Pass 手环大家都知道、哦，我们可以参加的两天的彩排抢先看。那稍早已经结束的还有 82 Major 之外呢，明天还有拍戏少年。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免费可以体验我们很多的摊位，譬如说我们有塔罗命理机啦，还有一些 DIY 的多巴胺流体吊饰等等，很多项可以体验，而且是限量体验哦。那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我们铁玫瑰的逆应援，就是你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领取我们的饮品，还有艺人专属的杯套。那今天呢是熊仔还有欧总，明天呢你们很会抓那个关键字。然后明天呢是宇宙人，每个场次呢我们只有限量100杯，有没有拿到了？有拿到吗？没有，你们都不想离开，对不对？好，那重点是你有机会得到签名的杯套哦，请大家记得哈。那第四个活动就是你只要拿我们这个 Propass 的手环，然后今天可以免费兑换铁玫瑰台啤的联名瓶一罐，还有铁玫瑰应援手灯一支。好，我先讲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要欢迎也是这次呢在铁玫瑰热映场当中表现非常非常杰出的，我们要欢迎黄老三，掌声。